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卢美。那我今天有约两个朋友，小葵跟小云，我们要带他回去美浓，然后找我阿妈一起聊天。等他们来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小云好像来了。小云，骑去哪里啦？白痴啊！为什么你骑脚踏车啦？海云。小鬼，你的脚踏车是怎样？是我特意去改的。你看，我们闺蜜三姐妹到齐，小云、小葵、小珍珍。她可能生出来的时候长坏掉了啦，卡住了。长坏掉了。我们现在回去外婆家喽。给小云载呢。不用载我是不是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上车啦。北京啊，真是很丑哎。这边就是哈，我阿妈在这边住很久了，然后她非常的可爱，然后又很天真淳朴，你知道吗？她从我有意识以来就开始在，你把她牵好啦，她等一下又不见，果然是物以类聚，我走路姿势一定很漂亮，右边的那个拜托停止，小云觉得丢脸，我才觉得她丢脸，她这样。怎样？这边这边，你们小心点哦，走过来。我妈在那边，我妈在那边。阿妈，阿妈，我带同学哦。阿妈她叫做小云，她叫做小葵。小葵，两个都是我的好闺蜜。跟阿妈握手啊。小云，握手。阿妈，那我先带他们两个进去哦。好阿妈，拜拜。拜拜。怎样？你不开心是不是？那内敛啊，内敛。屁股这么翘。他说你爬袋爬袋。我爬袋。阿妈，你坐这边。对。我帮你夹好了。好，谢谢。有太阳。一点点太阳，一点点而已。我帮你遮太阳。阿妈，我跟小云谁比较漂亮？都很漂亮。阿妈，那我跟她嘞？阿妈，你笑这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说啊？就是我跟她，阿妈，你觉得谁比较漂亮？我比较漂亮，对不对？俯卧撑，预备。这样运动很好嘞。阿妈，我点热，我拖一下啊。走。阿妈，阿妈，小云要教你做动作。阿妈，你跟小云一起做。做什么？小云会教你，小云会教你。学小云走路，手摆，对对对，手摆手摆手摆，嘿，然后抬头挺胸，阿妈。阿妈屁股要扭屁股，阿妈屁股要左右扭。这样啊，不会咬。不会不会，阿妈超可爱的。这样咬就不能走。不会不会，阿妈咬起来超可爱的。要你们才可爱。阿妈再一个，打开打开，阿妈蹲下去，打开打开，打开打开，阿妈打开。
觉。阿妈今天有没有开心？很开心。我们等一下跳舞给你看好不好？阿妈，你看小云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很可爱的。有没有漂亮？有，你自己用的吗？对，我流鼻血，你看。我下次还要再来啊、哦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。你有除过草吗？你会除吗？你有除过吗？你是不是忘记一个人了？忘记谁啊？阿妈，嗯，美吗？漂亮了，阿妈。阿妈，阿妈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忘记了，他的名字忘记了。妹妹，你的眼睛好像玉乳哦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那你的假发拿下来才有比较像。阿妈，你让他看是真的。是有。一乳哈，这样就有像一乳了。声音怎么刚才都我装的呗？这样就有像一乳，要骗你呗？你会当那个声音了、哦？阿妈，阿妈，吃饭。